介绍一下Web 容器的可观测的一个最佳实践。主要的话分三块来介绍。第一块的话会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传统的一个 Web 容器的一个可观测的一个方案的一些方案，然后以及这些方案的不足的一些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说去介绍一个基于我们最新的一些可观测技术的一个 Web 容器的一个一个监控的一个方案。然后最后的话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个 Web 容器可观测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先简单看一下就是传统的 Web 容器的一个监控方案呀，就是其实像传统的这种查那个 Tomcat 的一些问题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我们会去看日志，就是说我们现在出问题了，我们会去看日志。然后稍微进阶一点的呢，我们会利用一些白屏的一些方案，像用 Tomcat 的 Manager 或者说像 Lambda Probe 这样的一些工具去对 Tomcat 进行一个运行式的一个监控。我们看到这些监控的这些图表啊，它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Tomcat 的一个就是当前的一些请求的一些数量，然后一些 RT 的一些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案的话，就是说它整个的话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这里总结了两点，它的那个两个方面它的一个缺点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整个体系是不完善的，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方案都是一个单点的一个监控，它没有一个集群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我们一般的一个应用在线上可能会部署很多个实例，当这种多个实例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没办法来用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像我们做监控的话，就是整个数据采集计算存储展示就是缺一不可的。像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就是是一个比较临时的一个方案，它没有数据的存储，然后数据的整个展示也比较简陋，就是没办法不是一个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有包括它的整个功能也比较单一的，它没办法去做多余的分析根因的一个下钻，还有没办法去创建我们的一些报警。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就引出了我们就是说基于可观测技术的一个 Web 容器的一个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现在介绍一下就是可观测技术呀，就是可观测技术的话，其实之前如果有了解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三大块，一块是 Trees， 另外一块是 Matrix， 然后还有一块是 Logs。在这里的话我多放了一块，我把 profiling 放进来了，因为在最近几年看起来就是 profiling 这个技术的话对我们整个可观测领域的话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增强，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很多以前就是没办法去定位的一些问题。然后 trace 一些技术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单次的一个调用去分析它整个一个调用的瓶颈在哪里，我们把它每次调用的一个耗时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柱状图的一个方式把它的耗时分布展示出来，然后帮你的助理去定位我们现在出问题的调用它慢在哪，或者说它是哪一个代码抛出了异常，它的抛异常的代码的出入参是什么。然后指标的话就是比较一个有统计意义的一个信息了，可以帮助我们来可以就是从宏观上去找更快的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日志的话就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就是大家应该平常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最后的话有个 profiling 这样一个东西， profiling 的话其实跟火焰图其实就是火焰图这么一个东西，还会通过把我们的当前进程的一些站把它聚合起来形成一张火焰图，然后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性能的一些分析，去找一个我们当前进程的一些性能的一些瓶颈。下面的话就是说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概念的一个基本原理，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 Tomcat 里面的一些最佳实践。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trace 的一个原理啊，其实 trace 这个原理我们这里列了一个场景，就是说一个 HTTP 请求进来，在最上面这里会过一个那个我们 Tomcat 的一个方法，那个 standard host vol invoke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进来了之后会调一次数据库，然后在里面再去 sleep 了一秒，然后的话我们再去往外发一个 HTTP 请求。像这样的一个调用链路，我们怎么通过 trace 的这种技术来把它记录出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柱状图来反映它的一个耗时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买点的技术，这种买点的技术有可能是
用户手动买点，也有可能是通过 Java 的那种 agent 技术去自解码增强，就是在用户运行时的时候给它插进去的一些代码。我们就会在每一个方法执行的之前和之后，我们会去打一个点，打完点了之后，在方法执行的整个就去把整个方法执行的一些上下文给记录下来，包括整个方法执行的一些耗时，然后形成我们右边的这个粉色的这种柱状图。然后最后这个柱状图存，最后整个调用结束了之后，留下这个粉色的柱状图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拿到的一个在上面这张 PPT 里面拿到的这种一个 trace 的一个调用链路的一个图，就能够来帮助我们去分析当前一次调用如果比较慢的话，它到底慢在哪里。然后这里我还给了另外一个图，就是那个 thread sleep 一秒那个地方，这一个方法调用的话，由于我们没有买点，它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柱状图啊，它其实在我们整个 trace 里面是看不到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监控的盲点。我们通过 trace 技术的话，像这种没有买点的方法，我们是没办法去知道它到底耗时在哪的，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盲点。然后后面也会说我们可以通过 profiling 的一些技术来解决这种监控的盲点，帮助我们去真正做到就是慢调用慢呀、调用出错这种问题能够做到最后一公里一个问题的一个定位。然后 trace 的一个原理说完的话，然后 matrix 的话， matrix 这块目前业界的一个标准的话，基本上就是普罗米修斯提出的那一套指标模型，它的一个单指标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模型，以及它提出的一些它这边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 counter 一个计数器 gauge 这样一个损失的一个损失量，然后还有 histogram 和 summary 这样来统计分位数的一些指标模型，然后包括他提出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概念，像时间点、时间线，然后还有 PromQL 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就是 Matrix 这一块的话，主要目前就是我们去 follow Prometheus 这样的一个技术站。然后说完了那个 Trace 的原理的话，就来介绍一下我们 Trace 在那个 Web 容器里面的一个最佳实践。然后先说在传统的一个 Web 容器里面买点，就在传统的一个 Web 容器里面，我们去做这个耗时买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会去考虑，就是我们买点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的提前来保证说，在用户的业务代码执行到的时候，一定是有我们的那个趋势上下文的。因为在我们一些开源的探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 Skywalking 可能 OpenTelemetry 这样的一些探针里面的话，还有包括一些商业化的一些产品里面，他们对那个 Tomcat 的一些买点的话，可能会去复用 Tomcat 的那个 filter 的那种技术，他会在那个 Tomcat 的 filter 链里面去加一个 filter 进去，然后在那个 filter 里面去做那个耗时的一些统计。但是像我们一些商业化阿里云的一些商业化产品的话，就会把这个买点提前到那个 standard host vault.invoke 这个地方，来保证说在每一个用户的 filter 里面都能有我们一个 trace 的一个上下文，然后把 trace 的上下文可以关联到它的日志，关联到它的一个指标里面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新型的一些 web 服务端技术里面，这里主要就是指基于就是我们构建在 React Native 上一些像什么 Spring Cloud Gateway 还有像 WebFlex 这样的一些技术里面，我们去怎么去买点的一个方案。像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话，它其实的一个难点在于说，就是你很难去，因为它是一个纯异步的一个框架，就是你很难去准确的统计它的整个一次调用的耗时，就很难在一个方法里面去统计它一次调用的耗时。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的像针对这种纯异步的框架的话，我们是把我们创建一个 span 和关闭一个 span 的这种操作给它同样去异步化了，来保证我们统计到的指标是准的。因为指标准确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用户一般都会根据指标来配报警。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 matrix 的一个最佳时间。然后 matrix 这边的一个最佳时间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一定要在端侧去预聚合指标。在端侧预聚合指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指标来源的话是来源于 span 的，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个 span，这边的一个 span 的话，其实就是对应上面这边的我们的一个买点方法，就统计的一个方法的耗时啊。然后这样一个 span 的话，它其实字段有很多呀。我这边简单罗列了就是一些字段，比如它有一个 span name， 在 Tomcat 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接口名，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耗时，以及它产生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按照15秒聚合一次的话，把这15秒内的所有的调用聚合出来的话，就可以
聚合得到一个像这样 一条数据，这其实就是端侧域聚合的一个概念。然后为什么要做端侧域聚合的话，主要就是考虑说我们的指标，一个方面是预聚合了之后它的量很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预聚合了之后它的数据一定是准确的。因为同样的，在一些开源产品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话做 tracing 的一些开源产品里面，它其实都没有指标预聚合这个事情的，就是它的统计出来的指标都是基于采样后的 span 来统计的，就它的数据是不准的。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预聚合，然后做了预聚合的话，我们会去在端侧采集哪些指标，然后采集的这边右边的话就列了一下我们会去采集的一些指标，以及我们会考虑给这些指标加的一些维度。这些指标和维度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就是阿里内部服务电商业务，还有包括我们去服务一些公共云上的一些用户总结下来的，通过这些指标的话能够定位线上大多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请求数、请求大小、响应大小，然后这个是要记分位数的，还有包括我们的耗时的一个分位数，以及当前的一个 Tomcat 的一个活跃的连接数，还有包括 Tomcat 的那个 Catalina Worker 的那个线程池的一些指标，还有像关键的一些维度的话，我们会去记录一下接口名，然后上游接口名以及状态码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做端侧指标预聚合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点呀。就第一个点就是说，做指标的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一个维度发散的，就维度发散的一个问题。就在端侧的话，我们要做维度收敛。就维度收敛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左边下面这张图啊，就是它的 span name 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发散的一个情况，然后它聚合之后，就相当于是从1234567条数据变成了4条数据，它的聚合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如果它是一个更发散的一个情况的话，它的聚合效果就会更差，然后就导致我们整个数据上报量也很大，然后端那个服务端存储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一定是要做一个维度收敛的。然后维度收敛的话，我们这边就是说在那个 Spring MVC 这种场景下，我们会把真实的一个接口名映射成一个，就是 Spring MVC 它会放到一个 request attribute 里面的一个那个 best matching pattern attribute 这样一个 key 里面，然后这个 key 的话就一定是映射到后端的用户的一个 controller 上面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像 SCG 就 Spring Cloud Gateway 这样的一些场景下的话，因为它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 best matching pattern attribute 这样的一个 key 的，就是我们对 Spring Cloud Gateway 怎么来做收敛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收敛就是后置到后面的，它就是转发请求到的后面的业务服务上去做收敛，然后业务服务把收敛的结果通过 response header 返回给 Spring Cloud Gateway， 然后 Spring Cloud Gateway 再把那个 header 那个返回回来收敛的结果前面加一个固定的前缀，比如说加一个 API 这样的一个前缀，来保证说我们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把一个发散的一个 URL 给它收敛成一个固定的一个 URL。 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去统计一些精准的一些指标，就是说就是像请求数这样一些指标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counter 一直递增的嘛，然后我们采指标的话可能是15秒采一次，然后如果我现在要拿一分钟的一个精确的一个指标的话，就相当于它强依赖于你的那个定时任务的一个定时任务调度的那个15秒的精确度，但是这个精确度的话其实是很难保证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边做一些指标的时候，我们会去考虑说按时间去分桶，就是说我在预聚合指标的时候就把一个指标它是该在哪一个上报周期上报，就已经把它聚在那个上报周期了，来保证说我们统计一分钟有多少个请求，那它就一定是这一分钟的请求，不会说就是说可能因为我们一些定时任务的一些调度的一些偏差导致我们可能这一分钟少算了几个，下一分钟多算了几个这种场景。还有个就是说分位数这个东西，分位数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中间有个在它的内存占用，然后可以二次聚合，以及它的精确性，这三方面的话其实是很难有一个方案去把这三方面都照顾得很好的一个方案的。而这块的话经过我们的一个调研的话，是 Datadog 这边会有一个算法可以在这三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权衡，就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结果，然后内存占用也是可预期的，然后它的那个结果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二次聚合的。说完了 matrix 的一个最佳时间的话，就后面就介绍一下 profiling。 然后 profiling 的话这块常见的一个技术的话有
有一个比较通用的有 perf 这样的一些技术，然后在 Java 领域的话有 async profiler 还有接发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 profiling 的话它的一个基本原理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比如说拿 CPU 的 profiling 的还原图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线程每十毫秒我们去拉一把这个线程的站，然后这十毫秒我们拉到一百个站，一百个站都是长左边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个 thread 点 run， 我省略了很多不重要的方法呀，就 thread 点 run， 然后调了一个这个 execute prepare statement 点 execute， 就数据库的一个方法，然后最后调了哎不，中间那个应该是那个 Tomcat 的一个方法，就是那个 standard host vol 点 invoke 的方法，然后再调一个数据库的方法，就是有一百个站是长这个样子的，同时有一百个站是长右边那个样子的，就它的区别是下面可能调的是 thread 点 sleep 方法，然后我们把这两百个站聚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 thread 点 run， 它跑了两秒，然后在两秒钟的话都在跑那个 Tomcat 的那个 standard host vol 点 invoke 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的两秒的话，它是分布在那个数据库的那一秒和 thread 点 sleep 的一秒钟的。其实这就整个是一个还原图的一个聚合的一个原理。然后同样的话，我们有 CPU 的还原图，我们还可以有内存的还原图。它的一个触发实际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每次分配内存的时候，它可能会去触发一次一个线程，去它去分配一次内存的时候，会触发我们去拉一次这个线程当前的一个站。还有包括像我们有一些网络 IO 事件这样一些的话，都可以打出一些还原图来。然后在还原图，就是 profiling 还原图这个里面的一个最佳实践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考虑把 profiling 的那个数据和我们那个像 trees 的一些上下文 matrix 的一些维度，还有我们一些可能甚至于说一些业务的上下文去做一些关联，来保证说我们可以通过 profiling 去得到更多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我们跟 trees ID 关联，跟 span ID 去关联，跟接口名关联，跟 user ID 去关联，我们跟 trace ID 关联了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去拿到某一次调用，这一次调用里面它整个 CPU 的占用是多少，内存的开销是多少，而且能够去定位到我们当前的一个就是 trace 的买点没有覆盖的那些方法，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到底占用了多少耗时。还有包括我们如果说跟一些接口名，包括像用户 ID 这样的一些信息关联了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应用不同的接口它到底占用了多少资源，比如这个接口占了多少 CPU， 占了多少内存，打开了多少 IO， 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都能拿到的。有了这些数据的话，就其实可以驱动我们去对整个应用啊，或者说驱动我们的运营去对驱动我们的那个开发去对整个应用进行一个调优。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张，现在我们产品里面一张图，可以看到它是对跟 trace ID 关联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一次里面一次调用用了两秒钟，中间有一秒钟是花在了那个 socket 的 IO 上，然后有一秒钟是花在了 thread 点 sleep 上。像这种 socket IO 以及这种 thread 点 sleep， 我们一般都不会去通过 tracing 对它做买点的，相当于在这种数据的话你在 tracing 里面其实是看不到的。然后通过还原图的一个关联的话，就相当于可以看到我们一次调用更细节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介绍一下那个整个 Web 容器可观测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呀。这块我介绍了分三块说了一下。第一块就是说性能，因为可观测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对于应用来说，它其实终归是个旁路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旁路一个东西的话，你要放在用户的程序里面去运行，用户对你的第一个 care 的点就是说你的开销到底是多少。现在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这种那个 APM 的一些产品的话，它的一个性能开销的话都是建立在一个它自己定义的一个场景下的一个性能开销，但是这个场景的话其实跟用户的场景是有差距的，很有可能就是说在用户的实际的场景下面，你的这个性能开销跟你说的性能开销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说在性能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在未来的话是想要说去给用户提供一个说可管理可预期的一个性能开销。然后在功能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去考虑一个是说我们对 tracing 的一个采样的话，我们会
去做一些比较智能的一些采样的一些行为，去把最后采样的一些 trace 的话，是用户更关注的一些就是调用链。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像是对 Tomcat 10的一些支持， Tomcat 10里面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它的一些包有一些包名变成了 Yakata 开头的一些包名，像这样的一些支持。以及在未来说像 GrandVM 这种场景下，我们的 APM 技术怎么能够支持在这样场景下的一个监控的一个买点。最后的话就是说一个智能的这个点，这个点的话主要在于说在我们整个 Web 容器可观测的一些过程中的话的一些智能计算的一些逻辑的话，从就是数据采集之后在流计算那一处来做的话，把它给下沉到端侧来做，可以更早更快的去发现问题，然后保留的话我们问题的一个第一现场。然后我这边的整个分享就结束了。有没有哪位想要问陈晨老师问题的？感谢那个老师的分享。那这个是的真正是 Tomcat 里面是我们是你们是在里面，我们是要怎么用这个监控室？你们是在里面加这个买点吗？还是室里面这东西有了这个资质这个东西是吧？就是用 Java 的那种杠，就是 Java Agent 那种技术，就是我们的买点通过直接码动态的资进去的嘛。就是我们通过叫 Agent 把它自动进去就可以了。对对对。明白。